啊，猴哥，那啊，啥，你画我猜。好，画一手，OK，那去那个小奶我们，团玩呗。好，马 OK。上来。秀才在抽满命夜兰，抽完来，然秀后才铜哥珠吗来，铜珠来了，？OK。我也想抽，抽啥呀？他要抽满命夜兰，真有钱，那是啥？圆。啊，我也想抽。哦，对，今天可以抽了哈。哎。师傅，你是不是要搬家？什他们么？说你要搬家，是的，我要搬家，明要搬天。家。你今天要搬吗？还是明天要搬？明天要搬，今天都8点多了，我怎么搬呀？我还要画画。八九，OK。八九，看看我也啊。来抽一手吧。抽什么？他们他们要抽元神，要抽。哎，我没抽出来，没夜兰得抽倒霉，吗？我没抽我出来。如果十手就出，你们怎么说？有没有说法？你十手肯定出啊，十手不出也太没了吧？卖十手就是10连。一发呀，那一发费点劲。那我们是先画还是等一会儿？要不我觉得我我们可以抽一先下，画一马手，上，抽一下。我很快。OK，要不先 C 房，边 C 房边可以抽也可以。塞一个呗。拉奇会塞吗？垃圾有提这供，有个提什么供吗？房？这个你画我猜。对呗。这个我要来，搞点填库。哦，对。搞点词库。先去创意工坊看一下，不过创意工坊要黑屏哦，那个有很多 OK，违规的。谢谢蓝莲汉家的椅子的凤求凰。上一次你们是谁开的房？年糕，上次应该是年糕。是我不给年是糕发信息了，他没回我。只要我下载了那个，这个游戏，对的，开房你的去人订下。阅就可以，你自己订阅这就游可以。戏怎么建房？这你都知道，我肯定知道呀。我之前就去看了那些游戏规则。创意工坊，全是回馈的。这里吗？不是这。我不黑屏，我又不建号，我黑屏啥呀？我又不建房。然后先解释图九，投吧。出大强再套大便头。猪猪，你有没有围观一手朱大强的大便头？还没，我去围哪观里？手。可以围观一手。朱大强在吗？朱大强啊，那个啥在吧，都杀这呢。样。哦，行。不就弃票？没想到居然是这种大便头。呀，怎么是这个大便头？我以为是那个，我以带头为上这那个。是我，对啊，我拉起，你还记得我给你发的那个大便帽子吗？记得，就是我们说我们玩个游戏，然后打个赌，谁对输了对谁就开对。对头戴那个大便头，是那个吗？不是，它是一整个大便，中间掏个洞，把脸放进去。看到了，跟 对，跟你要我们发发这个，的不太一样。
对，跟我们不太一样，但是这个也可以，这个正好跟他那个鹅鸭杀的那个头套差不多。想到一件事儿，我们谁睡房？就是我给人送礼物还送错啥呀？再让你来个题库，题库，我找了一个鹅鸭杀题库，找了一个成语题库。哦，鹅鸭杀题库可以。鹅鸭杀题库，那能有什么呢？角色，比如说流浪儿童、术士这样子吧。可以，可以试试。但我觉得有点好猜，能不能画出来？有点太好猜了，这我应该无敌了。字意思。OK， 我已经进入游戏了。OK， 很快很快，应该没有啥了吧？主要是这个歌曲，有点难，整个蔬菜。这些热门梗不敢要，不敢要。糖豆人、甄嬛、宝可梦，哎，宝可梦，宝可梦，我一个也不认识，我就知道皮卡丘、杰尼龟、喷火龙，那太多了，有点。那没事，先整这么几个，先试一试，不够我再下。OK， 昨天我们不是前几天我们玩的时候有加速不？记得有，得要加速，我加了，好像得加速，我加了，加一下试试。我来开房 ，OK， 进不去再给他退了不行。反复尝试总能进去的，这个游戏。来吧，发个码，我已经黑了。记得黑屏哦。我已经黑了一手屏。哦，哇，七个人的你画我踩，好快。拉奇，你麻将怎么样？拉奇，麻将也还行，日麻就不太行。那你哪个麻行？我答辩来了，我失联出了一个金。答辩，已经变成猪答辩了。荧光是什么？一个十连出了一蓝，可无音，谢谢。哦，对，这个你画我猜。阿奇有个代码，你发 YY 公屏就可以了。对，发代码。你邀请我，我进不去。对，邀请我也进不去。好。哎，为啥有回音啊？啊？是谁？有吗？是谁？是我。喂？不会是我的吧？没了，突然。不会是我的吧，那就是我的，我重新退一下呗。喂喂喂，不是大强，大强来，喂，还在没有啊？啊，还有，喂，是我，喂，谁呀、啊？喂，喂，哎，没了。喂，三三开个麦，我开了。喂，不是三三啊，那应该是我，是不是我？喂，把公屏了。OK OK， 可以进了， okay. 可以进了。OK， 好，咱们可以一个一个试。我这有吗？喂，喂，没有，无法连接，坏了。谢谢蓝莲汉的蛋已被气歪的钻粉飞机。我们已经连接了、啊，有回音吗？能啊，能进。没听见有回音呢？那没有啊。还有吗？我听也没有。喂，我听也没有啊。我听是没有。我听也没有。那应该没了吧？等一下，我把我加速器打开。你们开加速器了吗？开了，我开了，开了。哎呦，我的加速器在给那个 Xbox 下载霍格沃茨，先暂停一下好了。那个好玩吗？我也连不进去。我刚玩了个序章，刚要进学校，因为我是麻瓜，所以我就被那个什么了。就不让我玩了，因为我没下完。好吧。咱们有房间代码吗？我刚才退出呢。如果好玩，告诉我一下，猪猪。好的，大强。好的，收到。
就是这个英雄感觉还可以。哎，我是蛇院的学姐，我可不是麻瓜。啊，我是阴院的，有没有？我是幻院的，幻院的。OK， 就差一个格兰芬多了，没有格兰芬多的吗？我好想去格兰芬多啊。OK， 好了，我去阴院。OK， 我进来。哟，那这房间门我咋给你们开开呀？你才上二次卡班，我不是呆瓜。这个房间门是录着的，我相信。音乐都是聪明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做出来音乐，我也觉得很不准。我是二次卡班的。完了完了，漏码了，这谁把码发出来了？哎呀！哎呀哎呀，退一下退一下退一下，漏码了，坏了坏了。那个码就是你这个进去，他也在，分分进不来。啊，不是说黑屏吗？对啊，都进来了。啊？哦，黑一手，再那再塞一个好吧，再塞一个。不好意思。好的。坏了，我为啥就？再塞一个。再塞一个，正好重进一个。漏码。谢谢范佐君的办卡。放箭，吸人的房干。不吸他，哎，我为什么这个马他不能？不是说黑屏吗？我直接转移话题，嘿嘿，别说就行了，没事，你就发 Y 公屏就行了。哎，然后把屏幕黑了，黑了，黑了，黑了。对，黑个屏就可以了。我一会儿就看，一会儿就看。你们进，没事的，黑屏，咱们开了游戏再那个开那个画面就可以了，问题不大，反正也没语音系统。原来是呆呆队长带队，进来。我也进来。OK。好的。还差俩，我也在。什么是无法连接服务器？哎，一直进，三哥，一直进。多试两次，尝试一种。现在这种游戏，谢谢绿叶战爱的钻石粉丝，谢谢。哎，重复呢？师傅呢？压力又来到了我的身上。哎，我不是说我不黑屏，我怕你们没画面，你们难受，你知道吧？你还在猛抽？哎，别抽了，三星什么东西？别抽了，待会再抽吧。对，待会再抽。待会儿再抽。三哥给你发钱抽。哦，那去围观他抽。谢谢王拉奇的胡子。就一直输代码是吧？我怎么？哎，你开加入器了吗？开了呀。再退一手进，退一下进加入器试试。哦，就不开加速器啊？哎，对。啊？开了进不。嗯，你就多进几回。对，稍微等你。谢谢熊掌。我进来了。怎么样？进来了，还无敌，还得是加速 Steam。OK， 准备，开搞。可以开始，看看谁在我的后面这么幸运。在开画面，我可是专业美术啊。王拉奇，我都是专业的。那准备出发，出发。冲！噔。OK， 屏幕可开。开灯。啊？啊？不是，这是。这不随便画吗？随便画。哎，这是什么题库啊？吃的吗？火锅题库。哦，这玩意儿能下火锅吗？我都没见过。哦，对，没有颜色。为啥？没色颜色。哎，为什么没有颜色呀？开错了，还嘿。不专业。哎，怎么开有颜色的呢？等会儿他要进。我好像每次开都没颜色，我发现了，我可能是开错了。还是说没问题。开呀。Hello， 你们在玩吗？下
再玩啊，重开，重开一首吧，正好秀才来了，重开一下吧。OK， 好 ，OK，OK，、okay, 怎么打算又重开了？ Okay. 我直接 Alt F 四。谢谢蓝莲汉的蛋已被气歪了，九天云珠。我离开了，我直接离开。你画你的，我猜我的吧。对，是的，就是那个你画你的，我猜我的。嗯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。等一下啊，退出房间就行。我们每天大家也签到。从中差十连就出了，厉害。满命的吗？那满命十连能出来？那不开挂了吗？肯定不是买，那你就是托。十连出已经很好了，就是。我之前抽也是抽保底抽歪了，抽那个叫什么？秀才哥，我也想要满命夜蓝。猪猪，啊，你能开房吗？我为啥不能调颜色？什么是听话吗？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调颜色，帮你看看。你看你想不想要叶蓝？可以，那我肯定想。玩家只能用自己的颜色作画。你改一下，你点左下角那个感叹号，你看能改不？拉奇，左下角的感叹号。右下角有没有东西能点？嗯，这是中间最下面的感叹号，你看，点一下那个爱。拉奇，如果你是王大谋，你现在已经被胸废了，已经。拉奇都不理我们，冷暴力。拉奇冷暴力，他在冷暴力我们耶。哎哦，我没开麦，我说我没找到那个感叹号。就你房间下，你房间代码下面这倒过来的感叹号，爱，你点一下那个看一眼。真的有这个感叹号吗？完了，我是哎，咋又有了？有了。规则。正常模式。哎，为啥刚刚没有？现在有了。哦，是点游戏规则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65秒，150秒，等我 C 完之后。但是我这个房漏码了，我这个房漏码了。王大谋，没事没事，王大谋应该不在，王大谋应该那什么就了。黑屏就行了。他刚播，他刚开播吧？嗯，我看他发了一个开播提醒，王大谋开播了，他开的户外吧？应该他开的户外吧？啊，户外的，好吧？啊，对对。OK， 好了，对了。王大谋怎么变这样了呢？嗯，看看，我刚做了一个指甲。哎，这是他女朋友开播的。看看，快进房，哦，好的，可以进来的，欢迎光临。OK， 这次应该对了，来了。还是刚刚这个鹈鹕吧，我觉得挺好的，看的还挺健胃消食儿。喂，我进不去了。哎，为啥他不能把这个密码隐藏了呀？不能是，我也在黑屏，是的，他就在那摆着，他不能。中火锅菜，没事，可换。换一个鹅鸭杀，我要看看你们。可以，这个是新的，这是新的，我想试一试。我看看能画出什么花儿。哎，那我们是不是等开游戏才能把屏开开，是吧？对。要不你就放另外一个屏，不会有人直播没两个屏幕吧？我俩屏幕啊，但是这个放我放这屏幕了，两个，是谁没有两个？我给不是我这个开我就漏码了，我不能给你们开这个。等我们都进游戏了，哎，进了，猴哥进来了。我直接开，开手机，可以开，准备，朱大强，哎不对，秀才有那个右下角有个勾，准备了 ，OK， 好 ，OK， 我开了 ，OK， 啊，准备开，
这词我看不懂、哎、啊，这是鸭鸭杀、啊、这不鹅鸭杀的吗？这个写几个字哦，这是鸭鸭杀、啊、要写几个字的吗、啊、嗯，有这个怎么画？这怎么画？哼，这不随随便便敢敢淡淡吗？太简单了，这玩意儿对于我来说太小菜了，这谁看不懂啊？啊？主打一波传神，这个修一下。哎，我没画错吧？我记得我是这个，我这个应该，我应该没画错，无敌，差不了一点。耶耶！我画完了，我也画完了，马上马上马上，加速加速！我也马上就画完了。哦，对，我再加点东西呗。可以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怎么样？嘿嘿，还有五位同学。还有五位同学没有交作业，我交了。哦，还有三位。抽象，我交了。抽象，抽象。我也交了。大画家，简单。还有一个大画家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是三个。两个字儿。三个字吗？这是什么作画天才呀、啊？两个字儿。这是哪位天才的？红猪的画的还是蛮形象的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画的是什么？对，这很典很典型。啊，这是啥呀？这三三给我觉得。哇，大乔，你看不懂吗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这谁呀？拉奇画的。OK， 明白了。OK， 这个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我一下就猜到了。哎，完了，这是啥呀？没看懂。天哪，这是啥呀？啊，出事！这是啥呀？根本没看懂。这怎么弄？有，大乔，你掉线了。OK， 掉了。猜不到跑路是吧，大乔？故意啊！我玩了那么多，我能玩那么久，第一次遇到有人掉线哎。好。是吗？哦。这个要不要开加速器哦？掉出来啊！没开，我没开。我开了。画不了。要开加速器，这玩意儿都没技能，不好画呀。OK， 什么没技能？没技能啊，这个要什么技能啊？来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OK， 那我只能画点别的了。哦耶，哦耶。我想想，我这是回来了吗？哎呦，我这想想啊。就说猴哥画的第一个，我真没猜到是什么。第一个你就没猜出来、啊嗯、加速加速是什么？加速四个字，是三个字、啊、加速加速四个字、啊、看上去像两个字、哎、他应该大部分都是职业。好猜好猜，哇，太形象了，我的天，太形象了，无敌。这没问题，这可以。哎，但是我应该再画点。哎呀，哎呀，完了，画快了，忘写几个字了。啊，拉起四个字啊。哦，好好好，记得写几个字比较好猜。对，写几个字。对对对，这不一定。忘写几个字了，没事，我知道我后边是谁。我有大师真的在作画。咦、这不跟第一个是一样的吗？这是什么？啊，几个字？两个字。这也太抽象了，这是什么？大乔，我那个哪里抽象啊？我那个一点不抽象。啊，这个我知道是什么。没东西啊。哦，我知道。李仔仔，这个我真看不懂。啊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？大乔，你交白卷呢？应该是。那个，这叫啥？我看懂了，我看懂了。啊。我因为我刚才卡住了哟，这个、然后我应该是那个白卷应该是我上把跟同样的一个词，应该是这。
我的房子是什么？这个可以啊，这个我会画啊。太抽象了，这个我会画。我好像我尽力了呀。OK， 这个我会画。我觉得我画的还可以。有这个东西吗？有是有的，你要用心体会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么难画呢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这你都能知道，可以的。哎。觉得这样他们就你笑啥呀，简简单单，这个你肯定能懂。大强，你可以的，大强，我完全信任你，大强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觉得咱们都没什么问题，这个修可爱一定能猜出来。四个字。哎，对吼，只有三位作家交卷了，说明我成绩名列前茅。名列前茅，很快，我也是啊，我也是交的，把把交的都很快。我交卷了，我实在不知道还能再加点什么了。强行变成人吧，不能这么写。脑袋顶有个什么玩意儿来着？是四个字啊！哎，不管了，反正主修现代。按照李仔仔给的标题画吧。脑袋顶有个什么玩意儿来着？疯了，对不住了。虽然我是美院毕业，但我是黑洞型美院，脑洞比较大。我交了。我俩我就这么地儿了，估计。我也没有写这个顶层的那个不能写字的吗？不能写字，不能，只能写数字。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我下回不写了，我不知道。行。来。哦，这个我会，两个字啊，四个字吗？看不懂。修塔哥，我跟你说，李仔仔给我的标题就特别抽象，哎呀，所以我只能这样了。我知道画的还可以，你加油，我信你。我真的看不懂你，这是啥呀？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是。猴哥画的可以，比较好猜。随便猜吧，就这么地儿。没意思。就这么地儿。哇，字儿不够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不是李仔仔有这个东西吗？这是啥呀？不是他那个，他那个画的，他那个画就画的是这个样子。姐，我觉得我是无辜的。你看看我前面那个画，哇，修可爱，你画的那喂。啊！我、哦、靠，这个咋画？咋画？我说修可爱，你画的真不错，我是没看懂是什么。好棒哦！一杠九。这咋画呀？好难哦！这没法画呀！我感觉有点太难了，对我来说。我是个画画蠢材。不像杨家啥呀？我推测这样应该有的能理解吧。三三在我下家肯定倍儿舒服，倍儿舒服吗？说实话，刚才上一副没看懂，上一副好像猜错了。上一副不是我猜的吗？你不是画吗？你画的呀，上一副。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画了呢。对呀，
我画的那个也很像。可以，我已经忍不住想看你们的作品了。我交画了。好，可以。字儿可以吗？哎，同志，我上幅画好像没给你写字儿，我忘了。啊，但我应该猜的没错。谢谢小鸟旭的摩天轮，谢谢王大娘打小孩。哎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OK。算了，我吃小点不得了吗？这是什么？哇，真的不能跟三三下边拉吧？猴哥，你敢再吃两次了？你没写啊？这是这个写错，这是什么呢？太认真了，这是哪里有？小佳，这啥呀？这我没看懂啊！这是太饿了，谁？这是什么呢？宝贝，我跟你说，秀才没办法，李仔仔给我的题目就是这样的，你等我看着懂了。这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四个字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问题大不大？这不算写字吧？这不算吧？还是你的？有这个词吗？哎，为什么这没有快速的画完啊？我怎么没找到这？我没有画到这个词、啊。我也没有这个词啊。他有些题目不是每个人都猜的，好像。嘿嘿嘿嘿嘿嘿。你为什么虎头的话那么多个叉叉？验尸体啊。跟钟丽呀，验他。哦。哇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很形象。这是我这歪的吧？对哇，这个形象啊，这个哪里形象啊？这个像通灵者啊，正正者，直接木乃伊，木乃伊，木乃伊有了呀！不是这么像你啊？木乃伊，差一点点就歪了。冰原的那个标志，好吧，好吧，这个是冰原的标志。我画的画都一个画风，那就公开处刑他。公开处刑，最佳可以。为啥长两个胡子的小胡子？原来是我自己的问题，冒险家。完了，又没有见过。哇哦！哇，他这个画的很好。是的。哇。哦。形象。坏完了，到我这儿，到我这儿，我这都能猜出来。对，还背那个背包呢。到我这里就是这样，其他的吗？帽子可以，帽子行。帽子什么？哦，帽子没看出来是谁的帽子。哎呀，我也猜成帽子。两次嘛，这两个字只能是帽子的。OK， 对呀、啊。OK， 行行行，可以可以。可以、啊。我可以小给点小给你点个对号，帽子。我们不会一道吃都不对吧？我这个应该画个山。总有一个会对吧？正义使者。没有。正义使者。哦。没有啊，这玩意儿了。哇、哦。这个。哦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哎，忘了，我好像没有见过这个，这个没，我也没见过这个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坏了，忍者吗？这不，这个画的帅呀，忍者啥色的？我好像看到过忍者，真的像忍者。哦，我没看到，我忘了那是咋的嘛样了。这忍者有点儿吃的有点猛啊！这不会是个盲僧吧？什么呀，忍者呀，猴哥两把刀吗？猴哥咋不说话呢？猴哥呢？猴哥咋不说话呢？完了，我没开麦，一句话都没听见、啊。我没开麦呀、啊！哎呦，哇，十分钟了，一句话没说。哎，我说我怎么没？我很省事啊！啊，我没开麦，我天哪！歪的歪的，盲僧太深沉了。我说我这画的都一个画风啊。这一来直播看一下回放，看看我做什么了。你看这不是正确的吗？这没有啊。哦，这个我猜对了，这个、我应该掰回来了，我应该。他们老说那是隐身鸭，我这个、啊、这个画的哇，
哦，他到了两个桶爹了。哇，我把身份茄子，没事，我知道你是身份茄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我那为什么啊？杀了猪，身份茄子，画的真好。就很形象，身份很形象，很形象。哎，把字儿摆回来了。可以可以。我画完，然后他们说决斗呆呆鸟，我心想玩。决斗呆呆鸟可还行。哦。搞个背景音乐。隐形杀手就天了。我以为是隐身隐身狼呢。没事儿，兄弟们，有惊喜，我猜那一组。哇哦！你给掰回来了。我掰回来了。因为他写了四个字儿，你这哦，哇哇，对了对了，第一次都掰回来了，无敌！哇，这不给掰回来了，真就没一个对。我们这个对了，好吧，这个对了，这个对了，过程全错，这属于炸胡。炸胡啊，这个好可爱，耶！杀猪变成猪。红猪的木乃啊，有这词儿吗？木乃有啊啊！他画的可好了，我感觉这不是你说的几率吧？李仔仔，我没遇到过。哦，金华，我遇到的是什么？木乃伊是真是形象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几率，说实话。啊！哎呀，这个为什么什么都修改？因为朱大强掉线了，朱大强掉了，掉线了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好吧。好，没事，秃鹫也行，问题不大，也行。这还在那吃东西，这个真可爱，可以，搁这炫技腿。我吃。看来我也得画点立体画了。没有什么问题，我算你对了。我也觉得是。噔噔噔，我得画点立体的画了，我不能再画这种抽象画了。好的，确实我也画得太抽象了，要我要去进修一下。好，你们看看我专业画师的能力。两个人不要认真，两个画他们都说我画的一坨大便，一坨大便，虫子。我是真不知道这个。门票打飞，我不知道。你也可以来个位置学。这我是真想不出来是个啥。监狱，监狱，这个应该有猜对吧？没找到，这个有猜对呀、啊。我猜对了，哦，三哥都懂了。好可爱啊！哦，监狱猜对了。好强！这个不是海绵宝宝里面的。那个、哎，拉奇，那右上角那是什么玩意儿？你告诉我。老板，右上角地图啊。啊。哦。哦，是个地图。画蛇添足了是吧？我天哪，根本不知道那是个啥。啊？这个。哇！地图都画出来了。哇！哇井盖穿穿。你真的是完了！我知道在干嘛了。完了，穿雾了。我这很不取像啊，像没用啊，猜猜猜错了。哇塞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！丁丁，下集你该自己录啦。哎呀，这是你画你的，我猜我的。对，你画你的，我猜我的。能哦，我的我的。来，保镖完了，完了，有这个词吗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没见过，没见过，真的，没见过，好家伙，完了，你这能猜啥？我这不哪有警棍吗？我现在，我这边是滑水，我是滑水是什么？我的天哪！我的滑水，朱大强，这样子你都不猜中鸭子吗？那我画的鸭子干嘛？什么？你画的是什么？没办法，我知道是。谢谢 days 不 days 的钻粉飞机，谢谢。看，啊，这么形象啊！多明显。嗯，这啥意思？这啥意思？我猜对了，专业杀手。
尸体看不见。行，可以。哦、okay ，看不见尸体。完了，那我写字了。他不见。完了。看看猴哥画的。完了。你这这能是个啥？他哪？不是，那他那大旁边怎么能有个鹅呢？就是意思就要逗他呀，我意思我不知道你的重点是哪个。重点 OK。下回我画上重点。画的吧。对你打个箭头，打个问号。我看好久先。哎，你别说，猴哥画这个像企鹅哦。哎，哦，又开始了。哼，我明白了。哦、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。这个我明白了，这个我就按照上回那个人。两个字，哎，明白了，我直接照上回抄一首。哇，这个没有填充话，哎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没事，哦，算了，写三个字。我去，还，哇，这个括号也太难了吧！算了，多此一举，直接交卷。okay. 完了，画的太大了。我就肯定能被他，我就简单。这应该可以。给他写一下，是这样的。哎，这笔没有。嗯，下呗。那笔为什么画作的太好看？等，这样吧。这样。可以，哇，贼形象！我去，加速，加速，太行，加速，加速，加速，我已经好了，我也已经交作业了。哦，我后面是小可爱吗？嗯，提速了。我后面是猪猪，我完全信任猪猪，很聪明。哇，三三这个巨好猜，真的。是吧？是吧？哦。我同猪这个也比较好猜。我直接两秒钟就猜出来了。嗯。OK， 果然。我这个随便猜。啥呀？确实是随便猜。这俩字啊！哇，猪猪，你画的真的，我不用思考，一秒我就看出来是什么了。真的假的？可以，我一秒就能看出来。在我后面太折磨了，但是我在你后面很幸福。啊？那这个？哎呦，哇！这个也比较好画。总就是我
我都有时间再添加一些细节的。哦，添加一些细节可以。这个眼睛一定不能对焦的。加速加速加速，我们的还有三位同学，还有三位同学，两位同学是很抽象。OK， 报告老师，我已经交卷了。看看这个，我有这个哈，我这个我会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怎么还有个我去干大事儿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又干出来什么？还有我干大事？嗯，不得不说，这个大钱画得非常好，对吧？哎呦，这画得太高了！这个太简单了，这个王拉奇猜不着，我是不认可的。哦，对，王拉奇在我前边，别看了。希望李佳佳能抽到。嗯，抽到，我肯定能猜到。我在你后面就没有猜不到的。我对你 OK OK。俩字儿，猴哥。这个是什么 ？OK。啊，这个我会。哇，秀才哥。哇，巨形象。哎呀，不说了，猪猪公主，我直接两个字敲上去，就直接一个提交。可以。猴哥，我绝对信任你。啊，这都看不明白吗？多形象啊，这个形象吗？我希望秀才哥也能像别人一样画的也太形象了，是吧？我直点题，你这个直点题，你这个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没犹豫，我只用了0.1234秒，我就把你这道题猜出来了，王老姐。OK， 简直无敌。猴哥，我这个不太对，你给他完善一下。这太简单了。哦，我完善，行，我试试。两个字，这个角色怎么坏？真丑啊！我画的，我真服了。坏了，我这题太难了。好，完事了，交卷。这么快？加速！我这个特别好画，我也不知道这同桌给我的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。我感觉不太对，因为鹅鸭杀里面没这个东西。无敌了，朱大强，你自己按自己想法再猜一遍啊！我猜了，好像没猜对。我只能说这个好像不太对劲。
可以可以。马事儿。每天这样玩你画我猜，咱们那个用鼠标画画的功力感觉逐渐渐长。嗯，是的。嗯。就是这里。哇，谁啊？花嫩姐，加油！这个又是什么？我去！哇、啊！啊，这几个字、啊，果然你哪个我都能懂，几乎都是。啊，三个字，一定是这个。嗯，为什么？还给我写个，拿捏了，还给我写个字啊！我搜到的就是就是这个。总评价是这个。OK。有 OK。开始。念叨，嗯，怎么念叨也算词儿啊？你没猜到吗？不知道，我们应该猜到了吧？都没猜着啊。这个反正蛮抽象的，猜到了。坏了，我猜到了，猜到了，猜到了，猜到了。因为我主要是看那个感叹号猜出来的。这个感叹号很灵魂啊。猪猪画的我也有感叹号，哎呦，为什么一只猪和一个鹅能一起玩？一只猪看到了一只鹅动刀了，很合理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写个西？我不明白，我不理解。好面包，很肥。我不明白，我不理解。给我一个哎呀，四个字那个。OK。噔、哦、可以算对。可以。就当他是对了。哎、可以。谁还打了个叉子？谁打了个叉子、啊？这个一不小心点了一下叉。来。哦，行。锁匠。坏了，嗯，锁匠，锁匠，反正到我那还是锁匠。可达鸭，好像可达鸭哦。所以真的有点像可达鸭。真的有点像可达鸭。生动形象。狗哥这个画的很形象。可以。嗯嗯。可以。还没歪。这是到谁那歪了？暂时还没歪。这也不能歪呀。歪不了、啊，不能歪吧？歪不了，歪不 歪不了一点。相信我，王老师。OK， 可以。那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？我怎么想出问题了？没出问题，没出问题。没有吧？我这里应该没有问题啊。哦，这个没猜到我，没轮到我。对了对了，哦，可以。耶！哇，牛的牛的牛的，牛大。选一幅你觉得 very good 的图。哦，谢谢谢谢，钥匙画的非常工整，确实很工整。哎，你是怎么画的这么圆的呢，拉奇？就拿那个最大的一点，然后点击鼠标一下，都不用画，把画笔调大。气票，哇！哦。哎，我没见过这个词儿啊。不是，坏了，气票归气票啊，那为什么？我没一会儿啊，我没猜错，我一看就一会儿啊，哎，一会儿得看、啊，好像隔我这歪了。那气票是气票，那右下角为啥要画个那啥呀？画个叉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你肯定要有人拔了你这投票呀。哦，可以，有点意思。还真是我歪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我歪了。我自作聪明。跳过，你不会猜了跳过吧？
啊。一样吗？跳过呢，没事。一样的呀，跳过跟弃票一样的，就是弃票呀。跳过正常，他那个下边显示这一轮没有鹅，但是后面也有弃票哦，坏了，后面那个感觉歪了。坏了，不是一道题是吗？哦，可以。后面为啥后面也有个弃票？啊？你猜了两个弃票的吗？对哦，这个很形象，我好像没见过这个。我有，还有我吗？哦，那没事了，对不起，我失忆了。啊，第二个就是我啊、哦，好的。嗯，观众们，他这个画的也好好，还经过了一些艺术加工。是的，这个莎莎画的不行，我举报。看来我们画这个传送门，我主打一手就是，甚至三哥这个还有透视的哦。哇哦！哎呦哇！还有坏了，你们这个传送门直接被网爆，我直接被网爆。什么意思？我来看看什么意思。我是萌啊！不是大纸壳。我真想死。猪猪还是很聪明的，他能猜的，很聪明的。没别的了呀。七九零七。牛的牛的牛的，嗯，瞧，哇哦，可以可以，哇，这个门画的真的，对，有艺术气息了。这个应该歪不了吧？这个如果轮到我画，我就画个王拉奇在上面。我本来也想写王拉奇的，我一寻不让写字儿，算了吧。我没猜到这个这个题啊，我没遇着。写那个就是。跟题目有关的，就是那种可能性。呆呆鸟，这个我好像没有猜到过。哎呦，吸血鬼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么来的？我这给我画个猴是不是？我怎么会？怎么会整个孙悟空出来？怎么会在死？我会猜啊！怎么能歪啊？我歪不了一点。哎呀，也算他对了，我不管，也算他对了。行，猴哥是呆呆鸟。哎，第一次跟猴哥玩的时候，猴哥就拿呆呆鸟上去拍饭去啊。那刺客呀，狙我。他这是猎人鸭。啊。我画完猎人，突然发现有个鸭。啊。我画的确实。那这个鸭就算了吧，这鸭。这我也觉得有猎人就够了，哟，猎人鹅也行，鹅，鹅跟鸭都差不多。那我来个我去干大事儿，我不明白什么意思。鹅狼猎，哎，还挺对，哎，还挺对，差不多。哎，还真是鹅呀，你肯定要有鹅狼。哎，挖回来了啊！好好好。好像没歪，我就有这道题。哎，我也有这个。哎，猎人鸭就是人狼猎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是的。哦。哦。没歪吧？没歪。没歪。没歪，可以。对了吧？对了，对了，人狼猎，算猎人就行了。嗯。对的，秀才心，哈哈哈哈，这个画的，这画的是很大事，反水，投石，怎么了？这有问题吗？哎、这香肠？哎呀，我这画的很形象，香肠画的很好啊，言简意赅啊，言简意赅。完了，别看就猜到了，都不会投错了吧？我相信秀才哥。不可能的，你还有汉堡包。那个热狗，哎，一丢。你们画的都是那个，那个《丛林神剑》的图示，对吧？对，他们画的都是《丛林神剑》的。但关键那个也太难画了，那个地下室的那个。我天！有一个可以拿。长得有点丑，这个。没猜到啊，歪了。吃啊！我这不形象吗？
说、哦、我吃了，我不管，我要犯罪，犯罪，犯罪，可以，很犯罪呀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打的。旁边有可乐跟那个鸡腿呢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可以。还有大那个大白面应该也画一个。我这个画的萌中带丑，臭臭泥。观鸟者，哦，这个很形象、啊。观鸟者，这我还见过。没有这体验。我也有。啊？我想了很久，那两个点是个啥？你知道吗？是眼睛，望远镜。要不我以为这些都能猜出来。一定要搞这么复杂的观鸟者是吗？我看了老半天，我只能说，我前面的也很复杂，但是很好猜。哇，这个很形象哎！放了个屁！哇，这个有点东西啊！哦，顽皮猫，超形象的。这个牛的，这个牛的。咦，哇塞，这画的我也是，看的看的是一堆链子，我想看那个是啥？哎呀，这没歪，没歪，这要 OK 了，反正歪应该歪不了。偷窥人家谈恋爱，偷窥者会长真眼。以前那个叫窥探，那个工程师以前叫窥探，现在没有了。噔噔噔，可以噔噔噔。哦，来了！哦，哎呀，这是季军，快！有、哦，还行，大强垫底，还行。哦，大强，你们美术生垫底啊？哎呀，你也不行啊！难道说？哦，我还有个第二，记得黑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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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OK，OK。哦，对对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放个题库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黑屏。好了好了，黑了，OK OK，哇，OK，真的巨快，哇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词库，